小 S 的三个女儿最近陆续出现在荧光幕前，似乎有意要跟着妈妈的脚步前进演艺圈。继 Lily 和徐老三陆续有代言活动后，小 S 16岁的大女儿 Ellie 日前也参与了戏剧作品，在日本恐怖大师伊藤润二的华语影集《聪明症》中饰演阔鱼少女。26号剧照首度曝光，可以看到 Ellie 从嘴巴里吐出一只阔鱼，眼神和画面看起来都相当惊悚，跟平常在社群搞笑的她完全判若两人。来佛心，有你的双下巴，来我的前前靠，你是很肉，那是狗狗。这未免也差太多了啦。而剧照曝光后，小 S 也在底下跟 Ellie 喊话，你要好好感激这次机会，以前流星花园也是我的最爱，结果被姨妈演走了，我超爱伊藤润二，结果被你演走了，还好你们都是我最爱的人。留言中放上好几个哭脸，但看得出来很是为女儿骄傲。 Ellie 对于这次的演出也表示，当初看到人物概念设计图后便开始期待最终的成品，绝对会是一个让所有观众印象深刻的角色。网友也在底下留言，照片有够逼真的，希望能赶快看到完整作品内，实在是太期待了。